鞠婧祎粉丝是预言家吗？原来早在2019年7月的时候，鞠婧祎粉丝就曾经告诫过斯巴，让公司不要让鞠婧祎张哲瀚二搭，称他背后有很大的雷，一旦张哲瀚这个黑点传开后，这个剧就完了。而在张哲瀚事件爆发之后，张哲瀚和鞠婧祎的如意芳菲和云汐传被正式下架，如今鞠婧祎粉丝预言成了现实。